Hello， 大家好，我是二管音乐的郑昌。那在这边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很棒的讲座活动，就是我们在四月五号的晚上有特别邀请了钟兴国老师来跟大家聊一聊流行音乐系。那相信大家对流行音乐系里面在教什么，或者是我们有什么管道可以进入流行音乐系，或者是流行音乐系之后有什么样的出路，都一定非常的感兴趣。那欢迎你到现场一起来参加我们的讲座哦，等你来哦。Room 2 Music